传九，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，而人教能者无知，故君子不出家，而成教于国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悌者，所以事长也；慈者，所以使众也。康告曰：“如保赤子，心诚求之，虽不中，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”